里，一直戴着，换衣服都没掉，一直戴着。没发现？我在直播，我这个亮亮都能从地上一直粘到身上。你要站着播吗？啊。为啥呀？好像可以坐着哈。小姐姐，我想要一杯热水。哦，热水来了是吗？那是我的热水。他再自己待会儿吧，你自己待会儿。没事没事，你在这等着。那你找个带把的吧，我怕你烫到手。这都热水。哦，烫水。耶、嗯，我在直播耶，我在直播耶，我在直播。嗨。啊，对的，当时我神经病，对着外边，你说我是不是谁过分啊？你可以播一会儿。没人，没人。坐嘛，坐嘛。哎，那我们就把那个推围一圈嘛。哎，我们那个要不要绕一圈啊？哎，我在直播。他休息一会儿还好。看看这个光，哎呦，算了。决定等到开始吃饭的时候就关掉它，但是看这个进度，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吃饭。哪位家姐姐需要来热水啊？我可以烫吗？烫了，86度。哦，谢谢你，别烫到手，你放到这里就是。哎呦呦，哦，谢谢谢谢谢谢。谢一个星空耳坠，这个星空耳坠和我头上戴的假的手表很像。对，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我少了什么东西。要太忙了吗？手机在这充一会儿吧。啊，是他们要的。那边，那边，那边，那边。Hello。明天有一个答谢直播，是在下午3点到下午5点，就是要播2个小时的直播，就是很正儿八经的那种答谢直播。然后我觉得2个小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我决定大发慈悲的给幻姬和澎湃来一场带货直播。虽然他们也没给我钱，所以我只能可能就随心所欲的讲一讲关于他们的事情，毕竟也是我们的冠名商，但是啊不是赞助商，但是他给我们赞助都没有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个什么礼品什么的小样什么都没有给我们发。进去的时候还发了，换季还发了，就澎湃都没发。澎湃不应该给每个人至少发一发用一用吗？澎湃有些过分了。对，今天下午是接力直播，对对对，是接力直播。嗯，让我坐着，我也不知道干嘛。嗯，只能开带货2个小时。啊，谢谢一个肥猫送的一个香水。
哇，谁的哪个锅怎么这么香啊？我好想去他那边喝口汤，谁的锅的汤里这么香，想去喝口汤。哎呦我的天爷儿，怎么回事？我觉得明天也是有。我高一的。他们是分开点的，你要帮我看一下。谢谢小透明，谢谢杨杨杨杨送的一个星空耳朵嘴。这个是二哪里的？高一的。都是高一的。两位冰的椰子哪个？高一包。哦，这一个。是二七的赤贤之和他书下面有个菜价，你们有看出来我在感谢你们的礼物吗？好点还行的。好的。椰汁都是冰的哈。我想要个常温的椰汁。可以，没问题。谢谢。那两个常温，一个四个冰的。嗯。三个常温的。换手机。对。你跟我换，问那么勤快。说一下你拿钱是。要不要退一盒娃娃菜？现在有三盒娃娃菜了。为什么会有三盒娃娃菜？对呀、啊。因为你们两个人是点了整份，一个点是半份。那、啊、我要整份。还是不吃了？我吃个娃娃菜。行。我一定要死死的盯住，看你会不会吃得完，真的。啊。亏多了一丢丢。谢谢卡门送的喜鹊咸汁，谢谢。Yuki， 谢谢 Yuki 送的两杯秋天的奶茶，辛苦，还好我不辛苦，我觉得他们比较辛苦，谢谢 Yuki 的磨牙棒棒。我觉得大家都在吃了，天哪，大家都已经在吃上了，那我。五个四分钟左右啊，你放在那个桌子上就可以。啊，他们都在吃饭了，那我也过去吃饭吧。观音是哪两位的呀？我悠悠观音，明天下午三点跟五点有一个答谢的直播，然后。然后明天下午见吧，拜拜。在口袋吧，肯定是在口袋，我们也没有别的平台了。我要去吃饭了。